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。没有，太精彩了。哎，雪琴，雪琴，咱们有暂时没问题。老秦自己的故事吗？还真是。
已学会溺爱，一而再，而再，三而再的错怪。我爱一个秘密也行。到底要什么姿态？先说你那个，我其实我这个不行，这个行。别拿错了。安全感的男人，为了你不敢懈怠，再累也伪装起来，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是观众了，你们琢磨什么呢？
有点北。谢了。我说下把你就是降下来你就跑。对，就不管是谁吧，你就先跑去。分开。